只需要一包海鲜捞汁，种柴火胡辣块海椒面好吃得很咯，吃起忽香忽香。胡萝卜、葱花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五香粉、鸡精、白糖。这个泡香菇的水成葫芦状，水开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。万物皆可酿中的王者辣椒酿，你喜欢吃吗？肉末中放香菇、生抽、蚝油、盐、鸡精、淀粉，抓拌均匀，辣椒切断，肉末塞进辣椒段中。三小时的糯米沥干水分，加蚝油，生之后放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，这才是调味。就用这种熬制好的酸汤料，一旦喜欢吃的蔬菜烫熟捞出，垫在碗呢。你们看，我家这糊海椒面今天才现做出来了哈。吃又方便，有三种口味，面和料包一样的，加入里面自带的料汁，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米辣、花生碎、黑芝麻、香菜。好吃的关键是放